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阿什的女主播叫斯坦坦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神曲啊，这首歌叫做《杜十娘》，然后特别特别老的一首歌，然后希望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开心，带来一点快乐。喜欢这首歌的，记得点我的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转发评论，谢谢大家。我的狼呢？我的狼能不能扣个一？我看一下，上电视了，兄弟们，快上电视了，上电视了，让这个神曲把你们都记住。有多少人在我直播间？郎君啊，你是不是饿得慌？你要是饿得慌，对我十两讲，十两我给你做。可以哈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的礼物啊，谢谢哥哥们，谢谢你们，哇，这么多。郎君啊，你是不是闷得慌？你要是闷得慌，对我坦坦讲。欢迎你是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兄弟们啊！我都说给你们回家乡，你们也不知道扣个一啊！是的，跟我回家乡了。郎君啊，你是不是困得慌？你要是困得慌，对我坦坦讲，坦坦我扶你上竹床。坦坦啊苏坦坦，手捧着百宝箱，从身头进滚滚长江，再不见我的郎。啊啊啊啊，完了，直接给我自己唱死掉了。纵身投进滚滚长江，我不会游泳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首歌送给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小伙伴们。喜欢呢来听这首歌的，可以来我的直播间13972七，每天晚上1点到4点，早上的6点半，轮完麦之后呢到9点，对，6点半到9点，谢谢大家啊，拜拜。